抚摸对于女人来说有很大的意义，女人天生喜欢被抚摸，因为她们被抚摸当作是特别的宠溺。当然抚摸也是有条件的，必须是信任的人，而且是要摸对地方。常抚摸这三个地方，女人一定会爱上你。一、摸头纱。摸头代表着对女生的宠爱，而且说明关系到了一定的地步，要不女生才不会这么顺从呢。喜欢被你摸头的女生已经把你当作最亲近的人了。二、摸腰。准确的说是搂腰。腰是女人身材的展现，是女人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。当一个女人想要对你展现自己的时候，就会让你搂腰，这是为了让你感受她的身体魅力。三、摸小腹。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女人生理期的时候会特别的难受，这个时候多喝热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不如为她煮红糖水，抚摸她的小腹会缓解她的疼痛，这一定会让女人觉得非常感动，会因此依赖上你。女人天生喜欢被抚摸，因为这代表男人在意和宠爱她。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很依赖你的女人，请你善待她。